首先确定整体色彩倾向，这里打算画蓝绿色调，由浅到深去上色。第一层浅色的渐变既不容易显脏，又能丰富画面。基本的上色逻辑是按照光影明暗变化以及几何形态进行切割，同时也要注意主视觉的突出。背景部分选择对比较弱、饱和度较低的色彩进行整体刻画。视觉中心部分往往对比度较高，色相较为丰富。之后为了给画面增加层次，进行了投影的添加，可以通过在主体部分点缀饱和度较高的亮色的方法，提高其视觉显著性。最后灵魂白笔金笔添加高光和装饰。就大功告成了。